10号出席品牌代言活动。身为韩国媳妇前辈的她，最近看到大 S 和具俊晔旧爱重逢，也很替他们开心。就是嫁给你，很棒啊，多了一个朋友啊，这样子你看我们韩国媳妇的力量越来越庞大。大家要是在那边的时候有什么委屈了，对不对？一通电话，大家互相支援。不过，但是我估计应该是我们的老公们可能互相支援。我们本来是想说啊，我们毕竟几个太太，韩国太太媳妇，就是如果万一有什么状况，互相支援。但是后来就想一想说，哎，不对，好像都是我们比较恰北北一点，所以应该是男生这些老公们才要互相认识一下，互相支援吧。还好哎，我觉得还是个性的问题耶。对，我就算语言再不能讲，我噼里啪啦，我比手画脚，我也把它表达出来。我藏不住秘密的人，对，反而是我先生比较内敛啦，他不会跟我吵，所以他修养好，谢谢他。交战秘诀就是先从希望他很喜欢吃泡菜，因为你知道韩国到哪里都可以吃泡菜哦，他是连你去吃意大利面、汉堡。他旁边都还给你配泡菜，所有任何地方你都看到他。那开始我觉得他要慢慢习惯这件事情。